抽到伞兵第一件事绝对不是升级，直接先被骂半个小时。真慢，没叫你跟着，多余。啊，这你也要？你自己拿着玩吧。啊，脚大声点，把头低下，就凭你也配直视我？要你何用？也没指望你派上用场。你死定了，等着求饶吧，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你最好有要事相求，寒暄就免了吧。没话找话的样子也太可笑了，见了点阳光就能高兴成这个样子，幼稚。切，烦心。这点程度你都能做到吧？你不会以为我会这么叫你起床吧？